喂，你好，我是著名经纪人胡臭，你想要什么明星大腕的，我这都有，手扒了条。谁？丽丽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她刚生完二胎，在家坐月子呢。文文和迪迪呀，去深圳度假去了，度蜜月去了。嗯，我给你介绍个新人吧，叫凤凰姐，除了长得磕碜点，歌声差点，舞姿弱点，其他方面呀都不错。嗯，今天是她的歌迷见面会，在咱们那个三好街动物园。好，咱见面聊啊。掌声有请凤凰姐闪亮登场。我在找地方下蛋呀。下啥蛋呢？你现在是凤凰不是鸡，你要敢把蛋下在台上，别说我搁点土豆把你给炖了啊。一会儿啊歌迷就来了，见面的时候一定要热情热情热情，知道不？吃什么破海庄家呀，蚂蚱为什么不抓住它呀，蹦跶因为我长了四条腿，一抓一蹦跶，砰砰。你搁这瞎蹦的啥呀，台子蹦塌了，你谁呀？你管我谁呢，我找凤凰姐。现在不行，凤凰姐休息呢。凤凰，你还记得18年前大明湖畔的大蚂蚱子吗？蚂蚱哥，蚂蚱哥，你怎么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谁呀？我前男友。母鸡蚂蚱，你不怕他把你吃了吧？不怕，为了爱我死都不怕。蚂蚱哥，你还是走吧，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了。你是说体重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减肥呀。走，跟我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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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，把手松开松开，要不然我喊人了。哎，保安保安保安，喊啥喊啥，都让我撂倒了。这个兄弟，咱有话好好说，有能耐你一动别动啊，你给我等着啊。不可能，一动不动那是王八，我是蚂蚱子，必须动。走，跟我回家。我不回去，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我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是想改变我以前的生活。对，我好不容易从野鸡变成了凤凰，马上就要成功了，我为什么要放弃？以前村里那么穷，我爸妈连口饭也吃不饱。那不还有我呢吗？你不知道，你走了这么多年，他们老两口多孤独。为了逗他们开心，我把身边的兄弟姐妹都喊去了，罗辑、齐小彪、张彬彬、江天凯，天天给他们唱歌跳舞演小品呢。你爹还出了个馊主意，现场打分，谁垫底儿吃谁。现在罗辑那组已经被吃的不是什么人了，你要是再不回去，江天凯那组也保不住了。你不回去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祝你幸福。蚂蚱哥，你别走。我没动。你以为我真的幸福吗？你以为我真的快乐吗？你以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自己吗？我没有自由，我不敢拥有爱情，当明星真的好累好累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凤凰，蚂蚱，凤凰，蚂蚱。走，跟我回家。好。感人，太感人了。等等我，我把你俩都签了。你上面有个儿歌，我当时没听清，有没有那个就是，那个儿歌是怎么唱的？你能不能再演？吃什么破海庄稼呀？蚂蚱为什么不抓住它呀？蹦跶，因为它长了四条腿，一抓一蹦跶，一抓一蹦跶。